这位同学是讲广东话的，所以刚刚翻译一下。他这位是他的女儿，他女儿从2005年大学毕业以后就得了精神病，他曾经去过基督教的教堂，后来就精神有问题，然后现在不能上班，已经有5、6个月没有吃药，想看看他现在有没有灵性。他是几几年呢？他是82年出生的。我告诉你，他这个灵性非常的厉害，非常之厉害，灵性厉害。他这个灵性到现在还在折磨他，到现在的身上的灵性都一直靠折磨他。他这个灵性有半边脸，就是像他现在半边脸一样。身上的灵性，佢有一半，佢发现一半同你度个位而家嘅样一样。他们现在应该怎么办？现在这个灵性是他前世杀掉过的一个人。现在的灵性是他前世杀过的人，没错，是一个老年人。一个老人家的人，那应该念多少张小房子？我告诉你，这个老年人折磨他的方法是卡他的脖子，拉他的头发。去折呢个呢呢个灵性折磨你个女嘅方法就系咁样，学系拉佢头发。所以他经常会说喉咙不舒服，还有头皮发胀、头发痒，你问问他。所以你个女应该经常喉咙舒服同埋头唔舒服，一日翻头，他经常拉自己头发。看见吗？经常睡觉的时候拉自己的头发，不是他在拉，是那个灵性在拉他的头发。你们大家听得懂吗？他现在大家今天都看见了，一定要相信，不要不相信了，不相信的人很可怜了。他现在晚上不能睡觉。对了，这个老年人就是晚上来，白天不来。所以他白天就好一点，一到晚上就发病。因为那个灵性都是夜晚经过来的，对不对啊？对对。我现在像他这种病，而且他不大会讲话，不大能表达，我现在可以叫他讲话，我可以跟他马上讲，但是呢要他的妈妈现在先答应台长，要肯念经。如果不念经，我现在不救他；如果他肯念经，我现在就可以救他。台长话，如果你答应的话，台长话，如果你答应念经的话，你愿意念经的话，佢而家可以，你可以讲讲嘢。你知唔知啊？他答应。我告诉你，首先这个女孩子现在先要忏悔，她现在呢是做了对不起她的事情，那是前世造的因。这辈子呢她要给她念1200张小房子给她。那么如果这个灵性，现在我跟她灵性在讲，如果这个灵性她同意的话，叫他鼓鼓的双手鼓鼓掌，你现在答应不答应啊？没答应。不是他，我跟他讲话，他叫什么名字啊？朱嘉文。啊，你他叫朱嘉文。朱嘉文。啊，朱嘉玲。你听台长讲。朱嘉文。朱嘉文，你听台长讲，1200张小房子，你喜欢不喜欢？这个朱嘉文，朱嘉文，你说台长帮你，你要不要啊？不要。
那么你1200张小房子还不够，你愿意不愿意再加一点呢？1300张行不行啊？好不好？1300张，我告诉你，所以鬼都是很小气的，所以人家说小气鬼的，所以人不能小气，人一小气就变成鬼了。100张他都不肯啊，明白了吗？叫他妈妈好好帮助他，小房子要坚定念，而且给他放生要放1300条鱼。我索性给他凑个整数，1500条鱼了，好不好啊？现在住院了，住了快一个月。我可以告诉你，这个灵性实际上不但弄他，还弄他全家人，不但他的儿子，连他的老公现在都神经兮兮的。他老公已经过世了。过世了是吧？那过世之前，你问他是不是脑子经常有点神经兮兮？我自己请他们经常吵架，然后拿刀。看见了吗？经常吵架。前世你个杀咗嗰个人，你都同你有冤结的。你知唔知啊？咁大声唔声啊？他儿子现在吃药，吃的他就。你现在告诉他，只要他的儿子肯念小房子的话，照样一样救。就这种精神病，哎呀，来打。起来这个小菜一碟，非常容易的。那他儿子需要多少张？他的儿子比他问题严重，是要念1800张。他自己年轻的时候杀了很多的，我看会跳的东西，我不知道。他杀了很多会跳的东西，不知道是虾还是青蛙呀，还是什么东西。就是会跳的，要么就是螃蟹。年轻的时候，杀只壁虎。杀很多。哎，看见了吗？壁虎就跳的。看见了吗？好了。当你找到毛病了，一家都出毛病，我现在警告你，你如果这次碰不到排长，你不知道念经，你很快就会有劫，最后就剩下儿子女儿，然后两个精神病，我告诉你，一家全部没有。你现在好好念经，你一辈子就是念经，你才能救助他们两个。等他们两个病好了之后，你以后才能救助你的老公，明白了吧？雷子，你为我黄豆啊，我是黄啊。